個地方咧，其實睇翻個歷史，其實佢就話大概30年前係一個寮屋區。咁其實我哋都隱約見到一啲好古老嘅一啲嘅石牆。咁但係你見到其實經過嗰、那個即係自然嗰個演化咧，其實呢度因為一路都係即係郊野公園周邊嘅地方，其實你見到同個郊野公園嗰個環境已經係融為咗一體。嗱，依個範圍咧已經係喺個賣地條件嗰度咧就納入係可以起樓嘅。咁所以我哋而家眼前嘅所有樹咧，大部分都會斬曬，咁大約有1000棵到啦。咁但係最不幸咧就係政府竟然喺將其他周圍嘅綠化地咧同埋郊野公園咧納入埋個賣地條件嗰度，嗰度咧就大啦，大約咧就有20個足球場咁大。根據香港普通法咧，基本上所有地都係政府嘅。咁但係喺個賣地條件出嗰下咧，係地政總署邀請發展商去入標。咁其實就唔係漁護署邀請發展商入標。咁咧，即係話簡單而言咧，就係紅色嘅線嘅上半部係漁護署管理嘅，下半部咧就係地政總署。當然啦，私人土地即係私人擁有人啦。好啦，而家我哋最關注係乜嘢咧？地政總署係冇權限咧，係去將依個範圍嘅地咧交俾發展商去管理個斜坡嘅個樹林啊。咁呢個係我哋覺得最有問題嘅地方。因為賣地條件是不可能納入郊野公園嘅，舉個例，突然間納入你，將你間屋納入咗去賣地嗰度，咁都唔得啦。咁點解可以納入個郊野公園呢？因為郊野公園是漁護署管理嘅，地政署是沒有一個權限咧，係去咁樣納入去嘅。你見到咧，其實成個地方我哋本身是一個好倒斜嘅一個山勢嚟嘅，所以你見到佢賣嘅地方其實就係依度一片嘅大範圍啦。咁如果你咁斜嘅地方，你向平咁樣去平整一笪嘅地方，你需要嗰套斜坡，你要鞏固翻個斜坡，令到你下邊呢個平地住嘅人係安全啊！我相信佢要去做一個平整個斜坡嘅工程啊，要做好大量嘅石屎啊，可能有一啲嘅護土牆咧，其實佢需要剷走嘅範圍咧，其實一定會非常之多，同埋佢個高度到時嘅落差會非常之大。咁所以我相信個斜坡咧係會好高同埋好斜好大咧，咁先至可以令到佢賣地呢一笪嘅地方係住人咧，先會比較安全咯。咁呢條溪流咧，我亦都見到其實係即係喺香港嚟講，其實已經即係買少見少㗎啦。佢個水係非常之清澈啦，亦都係一啲好有一啲好多小嘅石頭啊。其實亦都係孕育咗我見到附近好多，譬如啲蜻蜓啊，或者一啲其他昆蟲啊，其實都會喺呢啲地方嘅。規劃呢樣嘢係人去規劃嘅啫，唔係代表嗰個地方佢本身仲係咪一個有生態價值嘅地方。其實喺個畫圖裏面，我哋畫咗唔係叫 Green Belt， 但係其實你見到其實你畫佢係自然教育徑或者係一個郊野公園嘅一部分，完全喺嗰個職能上面，或喺個生態上面啊，或者一個大自然嘅功能上面，其實佢完全係發揮到佢嘅功效。只不過我哋嘅人為，我哋需唔需要去尊重翻大自然，希望去保留翻呢一啲嘅土地，呢一啲咁嘅生態環境，俾到我哋嘅市民啊，或者下一代啊，去供賞佢哋去即係享受呢個大自然咧。咁好可惜，我暫時睇唔到我哋嘅政府有呢方面嘅思維咯。